这一条我再念一下：上寒热举是八词，上寒六七日，脉迟浮弱，恶风寒，手足温，一二三下子不能食，面目其身黄，颈项强，而斜线满疼，小便难者欲柴胡汤，后笔下重，食谷者药。我首先要解释的是，小便难者欲柴胡汤应该是在这一块。 倒装了，因为张仲景急于强调，小柴胡汤可是苏力三焦通窍水道的，小便难用小柴胡汤，他很激动，所以他倒装了。哎，你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治疗这个，肝癌腹水用柴胡汤？我治疗肝癌用柴胡汤就这个道理呢？他苏力三焦水道的嘛。这后笔下重，食谷者药是在小便难者。 后边，他倒装了啊！你看啊，这一条我刚说了一个，就牵扯到了无热恶寒者发于阴影。你看他没发热，没往来寒热，也用小柴胡汤。谁说往来寒热才能用小柴胡汤？第二个，黄疸。你看我们一前我就讲了前两个证据，以后就把这一条就没看到。哎，因为我对伤寒经常看呀，知道没有？一进我马上就知道，哎。 这一条我怎么没看到？面目其身黄，那不就是肝胆肿瘤引起的胆道胆汁阻塞吗？颈项强，颈部淋巴结转移了吗？那这个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后笔下重，后重，下重，这是个什么症状啊？伤寒热症可有这个的，四阴散症。 加减法中有个后重症，加泻北，泻北，泻北是滑利大肠之气，你看还是要利奔滑。那么下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食谷者药，吃了饭以后想吐，喂。那我现在解释，这一条是。 直肠癌或者结肿癌，就是大肠癌的肝转移。你看啊，为什么说呢？伤寒六七日，这是一个大约数，反正时间比较长了。就像我说，他得了肝癌，他说没有发烧，但是我发冷还是有点。脉迟浮弱，人比较弱了，正气虚了。你想，从肿瘤的发现就已经是时间长了。 头你发现就有点晚嘛，恶风寒，嗯，有寒邪了，这是手足所问的，这恰恰就是寒热交接的表现，恰恰就是大肠热毒的表现，手足既然汗出着刺大便阴了，手足温就是大肠热毒的表现，哎，这就是寒热交接的表现，一二三下子不能食。 为什么要用下法呢？这本来这个病是大便不通的，那结肠癌也好，直肠也好，大便不通了，医生才下。他省略了，张仲景说话比较简略，他省略了。说其实这还应该有一条就是不能吃，不能吃饭，啊，大便干，啊，本来还没大不能吃饭，有大便不通，所以一二三下子。 不能吃，结果还不但大便不通，还不能吃饭，为什么？上了胃气了，面目及肾黄肌症肝转移了，就淋巴结转移了，斜线满疼，肝气肿大了，小便难，三焦腧穴失常了，水道不利，后壁下重，这恰恰就是直肠癌的一个表现，因为它刺激肠管神经了嘛，所以一个立体一样嘛。 牢狱下坠的感觉嘛，你看，不是吗？一吃饭还想吐，那这就是，就是你这样一看啊，伤寒论中怎么这么多提到了与肿瘤有关？你看那就是嘛，这个我觉得肿瘤呢。
其实在古代病也不少，只不过是我们古人在描述上忽略了它的肿瘤本身，而我们现在过多的夸大了肿瘤。医生，癌症坏了，肠癌色变，以前就忽略了，所以其实好多中间是能见到的。那么，哎，我们如果有小便难，如果有肝癌引起的腹水，那不就是茶壶汤下五粮散，手里三焦吗？嗯。那么，其实你看这中间，茶壶桂枝干姜汤，嗯。我们是治疗阳痿解的，刘杜周教授说是什么脾虚肝寒，胆热脾寒的，你看他不就是我说的寒热交接的一个方面吗？只不过都认识这道理，我把他从癌症的角度讲了，刘杜周教授是在脏腑辩证的讲，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我说辨病就是这样辨，肝癌我们是用小茶壶汤的组成了一个方子叫软甘利胆汤，但是到我这里看的肝癌80%一来我就开的是茶壶桂枝干姜汤。为什么？湿热抽其是肝胆湿热瘀滞，时间长了外受风寒也好，也可能是你先有了肝癌就容易得风寒，对不对？容易受风寒，也可能受风寒加重了你的疾病的加速，所以出现了湿热逐步向寒湿的转化过程，阳黄向阴黄的转化过程。所以出来我基本上就柴胡桂枝干姜汤。你不觉得桂枝就是温阳，就是温脾阳，就是温阳散寒，就是调和胃肠，小建中汤也好，而且甚至就是治疗肠道，通胃肠道兼胃。干姜呢就更不用说了，所以我是在这个角度理解的，其实也是寒热病温，你不觉得吗？甚至还有燥湿相混的意思，它还有天花粉，哎，有半夏，有天花粉，一方面干姜半夏子燥，一方面天花粉滋阴，
那不就是寒热交接造势相混于一体吗？就是我们好多东西有互通之处。那么淋巴瘤，甲状腺，我们是用小柴胡汤，这个例子很多的，这个是不是经络辩证的？太乙病，你看结胸病为什么能得？说结胸病是下子太早故也。我那个时候就常想，这古人怎么搞的？怎么老是用下法？有那么多必要用下法吗？有，甚至有些人还厉害。河南那个贾医生，那叫什么？就用芒硝治所有病的胡半林嘛。那就当时就在我们陕西西安旁边那个太乙宫，最初就真的发急的嘛。当时我们华商报界登了两篇，正反两篇文章。我王花刚学医，我说王花你看，你支持哪一篇？哦，有说他好的，有说他不好，你支持哪一篇？我就用实力来教人。你想，什么病都用下法，那肯定是偏激的嘛。这个，当胡万林把下法用到了一天有几百个病人找他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我们古代的医生往往是下法太过吗？我们能不理解吗？甚至太乙病片的提纲，我觉得几乎都与肿瘤有关。太乙紫微病，太乙紫微病，太乙紫微病，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立一身，食腹自疼，若下子比胸下结硬。你不觉得这胸下结硬就有点类似我们肿瘤了吗？而且下发的一种泛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，就跟我们现在用药过度是一样的。那他这是说风就是雨啊，如果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，他就是名医的不？如果他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就出现问题了不？这个有意思的很，所以说我说读书看病写文章，养成这个习惯，那才是最大的收获。你比如说我在肿瘤临床这么多年，我到柳州12年，我在西安一开药就是一个月，两个月也有，三个月也有，我从这里走一开7000。你想他是肿瘤病人，他就是普通病人，你敢这样开吗？我们是必须要给人治病的，不是清清减水的。那我怎么敢这样开？一个就是我有个中和的和缓的，我方药比较准吧，诊断用药无误吧。更主要的是久经沙场历经考验，你看当初也是这样，一打电话吃了这药拉肚子，那个时候还没手机，就是我在没手机以前，在西安时就出现这问题。病人一打电话，我不在，我爱人就说：“那你把药停了。”几次把我回去听到这话以后，豁然大怒：“你有什么权利停我的药？”我的意思是，那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。你我不在，你就说那你几时再打来，他回来你问问他，你凭什么要听我的药？那你就是认为我开对不对了吧？是这样吗？我不认为我是这样，第一次是我们要用证据说话啊。结果呢，这个问题就逐步的得到了解决。比如说我就发现白芍可能用多，结合张仲景这个太乙病片讲，太乙微病脉弱，其人续次便利，
舌当行大谎舌月者，你简子以其人为气弱易动故也。哦，我一想，哇哇哇，张仲景说的太好了，白芍就是通大便的嘛。你想当他把在通便的角度把大谎和芍药并列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我们大家把芍药的通便作用忘了吗？不但把芍药通大便的作用忘了，我们也把芍药通小便的作用忘了。这部汤去白芍，小蒸笼汤去白芍，就小便不利，我们忘了吗？而我说的阴燥湿相混致癌论，养阴利水的就是白芍，一味药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你看我刚忘了，是不是？阴虚还水停，治疗方。那药呢？白芍。这个水滴不下去啊，那简直是太痛苦了，真的。我其实也是从十点钟来的。当年我回到家乡以后，我们邻村有一个，就是，是我们村的外甥女吧。这个心脏先天性心脏病，其实都三四十岁的人了，虽然是先天性心脏病水肿，但是这个治的时间长了，加重了，找我，等我回去过年，我回去开了些药，不行，满怀热情等你回来，结果开了吃了你这药不行。不行，我才细细看，为啥不行？裂纹纵横布满舌面，阴虚，阴虚。这个，那我按常规的，利水不行了，那养阴我总会呀。结果，因为这个村我那个。表妹夫妻在这个村当乡村医师，他说就吃了你那药以后，你水滴完了，养阴，其中就有白芍呀、生地啊、千花粉啊，你看，不利水把水利了，这才高。啊，有水就利水，大致收药谁都会。大伯，除过发现白芍以外，我还发现。是我们用药起了作用，关键是你要找出经典。我又翻《伤寒》，都是最近这，都是这几年的，真的。翻翻翻翻，哦，这个《伤寒论》278条，说这个虽暴烦下利，日食于行，必自止矣。皮夹食，复会当去故也。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以皮夹食复会当去鬼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本来是脾虚，运化失常，水液精去，胃肠胀满下不去啊。你用了健脾利气的药了，你恢复了他的正气了，排毒外出啊。所以虽暴烦下利，日食于行，必自止。所以这个我就有了尚方宝剑。这个病人在打电话说拉肚子，我说排毒，好多病人笑，哇，好好好，排毒排毒。那你看，这个学伤寒是有好处的，这个确实和各个学科都有关系。少阴病，少阴病，我们学伤寒论的时候，这个好，包括你们呀、啊。可能到你们还不如我们了，老师们那就是照本宣科嘛。我举例子，脉微细淡于脉，少阴病，这谁都知道。但是你能够解释清为什么少阴病303条，少阴病得自二三日以上，心中烦不得卧，黄连我脚汤之子，为什么放到少阴篇？在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可知道黄连阿胶汤的这个治疗失眠的妙用，因为我是势必是学经方出身的。我在第四军大学带的第一个研究生
现在都在美国当了8年医生了。他当时找我，他就说：“王老师，我们同学也说他妈，这个睡不着觉。他让我开方子，我不恨他开，你开一个方子。”黄连我叫他，哎，过了一会他说：“王老师，你还不要说，你那方子还真有用。”然后就是我们县医院的同学，他主任睡不着觉，发短信过来。黄连我叫他，问题是吃了以后，第二天连早班都耽搁，睡过了。这对他们影响大，就没有见开什么，因为他也是西医，他也懂一点是什么。什么衰早仁啊，什么北子仁啊，就没见你开这种药吗？你怎么还能治呢？我只知道张仲景心中烦不得我黄连我叫他。我们的唐都医院中医科主任就是全国失眠医学网的之一。我到他，他到叫我到他那查房的时候，不是一般到主任办公室先转一下。哎，正好你说，哎，王教授来了，那你看这个病人咱朋友，这个失眠老是吃我这药还是不行，能不能你给看一下？我说可以啊，一看，黄连我叫他，他说黄连是不是有点凉？我说心就有火，就要用凉药嘛。啊，那行，那就跟教授来，叫跟王教授来方便。过了两周以后，他说。他还记得你，还这个人还叫什么？我就说你还不要说，你那个方法真有用。这个自局限于就是我说的点舍的阶段，点舍。而真正我对黄连阿胶汤的理解，是我2004年5月1日到这里出诊，在我们这看到台湾那个姓董的那个胰腺癌患者。2004年5月1日叫我，我们一家子千里迢迢坐飞机，叫我来义诊、会诊。这个，台湾的董老先生就在我们科住着，那不是就是重点人物吗？我要我看吗？我一看，你现在最不舒服是什么？这就是我在门诊病房的一个口头禅。你现在最不舒服是什么？我要解决问题，不要一说是肿瘤，我就说我把你肿瘤怎么样？人是人得了肿瘤了。这个刘杜之教授也反复强调，中医说到底就是抓主症，主症就反映了焦点问题。他说睡不着觉。我说睡不着觉，我知道。一看啊，一辩证，那肯定还有舌红啊什么。黄连我叫他，结果怎么样？6月份我再来的时候，这老头还在，又叫我。王教授这药我吃，这个医生的药我吃，我信他。为什么？能解决问题啊！他一吃时候我都睡着了。这个人去的就是柳州的老婆，以后到。还有多年他老婆过了，他老婆在家里的人还找我，经常就这个事儿。这个还没有引起我对脸色的，以后我逐步阅历多了，我才发现张仲景把这个黄连阿胶汤放在少年病是高高，实在是高。我们可不要以为少阴病就是脉微细淡于脉。如果是少阴病脉微细淡于脉是心肾阳虚的话，黄连阿胶汤就是心肾阴虚。阴和阳是难以分割的整体。我先问什么叫少阴，什么叫太阳，什么叫阳明？你看，这都是我当年学伤寒鉴证的基础，慢慢就融会贯通了，并不是当时不知道的。太阳是什么？太阳病，太阳是什么？太大的意思。
所以足特坦邦体表受到阳光的地方大于叫太阳。那阳明呢？阳而月明啊，阳热到了明的程度就成了火了吧。哎，所以为火为火附属水谷的嘛。那少阳呢就是少一点，阳气少一点，哎，没有阳明那么燥热。那少阴呢？少阴就是阴少，那阴少了阳能多吗？哎，疾病进入少阴，阴阳两虚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普通病人的话，阴十分阳十分的话，到了少阴病阶段，阴二分阳二分，你说是不是少阴阴虚？阳也少了，阴也少了，这才是关键。因为太少了，都太少了，都跌进极限了，才没有了缓冲余地。说阳虚马上就阳虚的死人，说阴虚马上就丁液耗干。所以这个少阴病脉微细，淡于寐，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